二零二一下半年播了不少甜宠剧，像是话题度默默发酵的《原来我很爱你》《暗格里的秘密》，还有最近热播的《夜色暗涌时》《陪你逐梦飞翔》。这种小甜剧虽然不像那些高人气主演的古装剧一样能大爆大火，但喜欢追的人很多，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两部爆款，像是捧红赵露思的《传闻中的陈芊芊》。而一般只要网播量破十亿，就算是不错的成绩。以下这些已经大结局的甜宠剧网播量榜单，《暗格里的秘密》。 米七点八亿，第六冠军唯一一部破十五亿。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十，《满月之下请相爱》粗估三点五亿。 鞠婧祎和郑业成主演的甜宠剧《满月之下请相爱》是爱奇艺恋恋剧场片单之一。故事讲述在超级满月当天，来自十年前的雷初夏通过引力波来到十年后，从天而降，落到了隐藏的游戏开发大神徐晓东怀里，两人从而开启了一段寻找真相的奇幻旅程。爱奇艺恋恋剧场推出的甜宠剧《越播越差》，后面几部几乎没有再做宣传。 而满月之下请相爱，靠着两位主演的人气收获话题，但评价极差。鞠婧祎的偶像包袱大大拉胯，演技让人完全入不了戏。穿越的设定老套无新意，剧情悬浮，整体制作质感差，让人大家很失望。网播量粗估换算只有三点五亿。 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九，《原来我很爱你》粗估四点五亿，《原来我很爱你》网播量出乎意料的低，他在爱奇艺独播了，粗估换算的网播量竟然只有四点五亿。这部剧改编自木福生的同名小说，小说粉丝众多，故事讲述走音勇敢少女三无烟遇到第一眼男神苏念亲。苏念亲失明，而三无烟同样播洋葱般剥开苏念亲孤傲冷漠的外壳。 两人历经波折，宋念青治好眼睛归来，最终走到一起。原来我很爱你，因为是热门 IP 改编，所以上档前关注度很高，但上档后被各个强档夹击，再加上宣发营销不够，导致热度起不来。不过口碑很好，原著的还原度很高，剧情节奏很舒服，不是那种俗套的撒糖剧。拍摄画风清新有质感，林彦俊和万鹏 CP 感蛮强的。这么好的剧，竟然没有好好做宣传，可惜了。 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八，《你好，火焰蓝》粗估六点二亿。龚俊继《山河令》大爆火后，于暑期档回归，《你好，火焰蓝》因着龚俊的人气引起话题，但播出效果依然不如预期。剧情中规中矩，虽然节奏快，爱情线发展快，但没有特别突出的点，让剧迷没有耐心看下去。而且 CP 感也不足，在优酷独播粗估的网播量只有六点二亿。 你好，火焰蓝。故事聚焦消防员与急诊医生两种特殊职业。消防队长霍岩和白衣天使严兰因着一场生死意外而产生连接，后来才发现两人儿时就相识，相同的信念让他们渐渐相爱，既是默契的战友，也是彼此守护的情人。 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七，《变成你的那一天》粗估七亿。张新成和梁洁主演的《变成你的那一天》为爱奇艺恋恋剧场的重点宣传剧，上档后靠着好口碑引起热议，豆瓣评分一度破八。原本小编以为这部剧的网播量破十亿是基本盘，但没想到它至今才累积。 粗估七亿的网播量比想象中低很多。变成你的那一天是原创故事，结合灵魂互换和娱乐圈题材，讲述当红男团偶像朱毅和娱乐记者余生生两人的生活。本不该有太多交集，却在相同生日的那一天互换身体。他们毫无准备，面对迥异的生活，只能。 互相指导，帮对方遮掩，过程中渐生情愫，灵魂互换虽然是甜宠剧的老梗，但这个故事却一点都不俗套，还带出不少娱乐圈饭圈的乱象，不止撒糖，剧情也有趣。重点是张新成太会演了。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六，《暗格里的秘密》七点八二亿，《暗格里的秘密》是二零二一暑期档的小黑马，改编自热门同盟小说。 小说粉丝众多，故事讲述优越不羁的校园男神周思月与倔强可爱的灰姑娘丁羡二人从互相排斥的同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生活中，逐渐发现对方的优点，陪伴彼此度过青春路上的低谷与迷茫，最终彼此成就蜕变的美好青春故事。不过《暗格里的秘密》大结局后累计网播量只有七点八二亿，虽然以小甜剧来说算是正常的成绩，但它的好口碑应该能更高才对，只能怪宣发。 做的太差了，被你是我的荣耀周生如故起步强档夹击，导致热度很低。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五，程序员那么可爱七点九四亿，邢昭林主演的甜宠剧《程序员那么可爱》播的也一般般，网播量累计七点九四亿。 豆瓣评分只有二点八，是二零二一最低评价的甜宠剧。故事讲述陆离爱上代码男神江逸成，以追求江逸成为目标，一路复制江氏学霸之路，却没想到江逸成的创业公司竟然不招女生。陆离不惜女扮男装入职江逸成公司，开始与傲娇总裁江逸成斗智斗勇，举步维艰，终于和江逸成达成一年的契约夫妇。两人在同居中展开甜蜜的爱情。许多网友吐槽：都二零二一年了，还在玩女扮男装的老梗。 而这部剧之所以评价还那么差，还因为有很多被认为涉及姓氏级别、职业偏见的剧情，像是不断强调女程序员和男程序员的差异，还有程序员一定要穿格纹衬衫，许多设定都凸显了剧本的低俗，所以被骂很惨。如果纯粹想看撒糖剧，那这部剧确实很甜。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四，《夜色暗涌时》八点二六亿，张予曦和刘学义。 继《琉璃》之后，再合作的都会爱情剧《夜色暗涌时》，故事讲述职场白领许清悠在婚礼前夕发现相恋十年的未婚夫出轨，在一个心力交瘁的晚上，许清悠遇见了莫林泽，一场邂逅牵起孽缘，本以为不会再见，没想到莫林泽接受了许清悠所在公司的业务，两人在各种交锋中激发爱的火花。 《夜色暗涌时》大结局后网播量破八亿，算是及格线的成绩。张予曦和刘学义的 CP 火花很强，刘学义金玉系腹黑霸总帅炸，张予曦职场御姐也很有魅力。剧情虽土但很甜，走成人式路线，满满的激情欲望。男女主角互相吸引却又克制爱意的情节很带感，两人不断互相试探、互相诱惑，是大家想看的成人式爱情，算是不错的小甜剧了。 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三，贺先生的《恋恋不忘》九点八三亿。 何先生的《恋恋不忘》在芒果 TV 独播，累计了九点八亿网播量，算是不错了。但小编本来以为他至少会破十亿的。这部是2021暑期档小有话题的甜宠剧，改编自甜宠文《贺少的闪婚暖妻》。故事中，男主角贺乔燕是个富二代 CEO，习惯用金钱思考问题，霸道强势，傲娇自恋，理性冷漠，不相信任何主观与感性因子。与秦以月相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不知所措。而秦以月是个细心温柔、呆萌可爱的儿童。 心理治疗师，贺乔燕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三岁小孩。贺先生的恋恋不忘，真的蛮甜的，就是典型的甜宠剧，比起原著小说的狗血真实很多。 还有个小萌娃夹在中间，互动可爱又暖甜。魏哲鸣和胡意璇都演过不少甜宠剧，两人驾驭起这类题材驾轻就熟，演技过关，甜而不尬，能把这种套路满满的小甜剧演得讨喜，还是要靠演员。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二，只是结婚的关系，十点七三亿。只是结婚的关系是十月小有话题的甜宠剧，豆瓣评分五点四，以小甜剧来说算正常分数。故事讲述时尚买手顾兮兮会帮客。 户买下 Alex 的高定婚纱，混入私人酒会，误打误撞与前来座谈商务合作的腹黑霸总尹思辰结识。 一场蓄意而为的乌龙事件，让二人暂时达成共赢。顾西西被迫和尹思辰成为契约夫妻，从而开启先婚后爱的高糖爱情。只是结婚的关系，王播亮有破十亿呢。虽然又是老掉牙的先婚后爱套路，但许多网友都推这部小甜剧。王玉文和王子奇的 CP 火花蛮强的，把剧中一堆无脑的撒糖套路演得很到位。其实这类甜宠剧大多都是固定的工业糖模式，好不好看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男女主角的 CP。 不要苛求故事逻辑、剧情 bug，这部小甜剧是会有接着追的动力。二零二一下半年甜宠剧网播量 top 一，《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十五点四亿。二零二一下半年播的最好的小甜剧就是赵露思主演的《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在腾讯和优酷联播的网播量十五点四亿，但这其实不算佳绩，比起当初传闻中的陈芊芊二十六亿相差甚远。《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之所以能冲破十亿，是靠着赵露思的高人气，不是因为有多好看。 豆瓣评分只有三点九。郭子健来了个女弟子，剧本实在太差了，故事不知所云。花了八集只为送一个荷包，制作粗糙，没有诚意，各种穿帮镜头十分出戏。而赵露思的搞笑功力没有激起火花，甜宠不甜，搞了不笑。和徐开骋没有半点 CP 感，完全达不到传闻中的陈芊芊的水准，就是一部非常敷衍的小甜剧，让网友很失望。